是我跟伟鸿一起做的。好，那我们就不要再等了，让我们一起把掌声送给文慧茹带来《听到最后》。掌声鼓励。这首歌呢，其实也是首唱，所以跟我一起摇摆好不好？希望看到你们的手，是非常轻快的一首歌。我还没唱过哦，好紧张。最后。